对不对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好，没点关注点关注，好吗？可以吗？你们都想给他点关注呀？你先冲吧。给我加关注。好的。好不好？来，罗秘书，你把你的号再充个200。啊，我也充一下。对对对，要认识，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好，我带你们认识一下我们公司里边这些小伙伴，每一个都是品学兼优，每一个你们相信叔叔说的话，他们真的特别的优秀。虽然可能咱们现在暂时在咱们公司里边，但我相信哈，我希望在咱们公司里边，这就是一段美丽的旅程，他可以在咱们这个公司里边学到很多东西。就无论以后他还在不在，可能10年过后他可能不在我们这儿，但我希望哈，他可能10年过后他回忆起来在咱们公司的这个经历，他会觉得很美好，他会觉得哇，叶总，哇，以前好照顾我，叶总挺不错，在这个公司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我觉得这就足够了，因为这件事儿特别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来，小朋友充好了吗？对，充好了，充好了，刷礼物全刷出来。来，罗秘书，你充好了吗？我看一下咱们现在榜一多少哈，你们直接刷100块钱就直接到榜一了哈。嗯，好的。直接到榜一了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有喜欢小鹏的，咱们给他点波关注，好不好？还招人吗？招呀，咱们直播间招人吗？小鹏马上哈，我叫他那个啥，刷礼物，罗秘书也要加工资，你们一天天，你们把谁都考虑周到了，那我呢？你们也给我加个工资嘛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给我加个工资好不好？罗秘书也加工资，小鹏也加工资，今天也加工资，然后老板呢，老板就每天吃土了，老板就对不对？全都加工资，你们真会安排，你们太会安排了，我觉得你们都比我会安排。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哈，刷了吗？刷了，刷个大礼物。好的，我刷了千纸鹤，这个再刷，刷100。好的，来，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哈，小鹏的抖音名字叫啥？鹏鹏。对，他现在在咱们榜上，他现在在咱们榜一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全都给小鹏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？小鹏这个样子，小鹏我安排你个事儿，你这几天你发个作品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咱们直播间40000个人哈，40000个人，咱们给小鹏点个关注。来，罗秘书充值好了吗？上号，充值好了直接就刷关注了吗？好，对对对。老板怎么不露面？我说实话，家人们，我长得丑，我不想露面，就简单粗暴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会不会嫌弃我吗？我长得丑的话，叶总公司是做什么的？今年，罗秘书，他们问我们公司是做啥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没点关注，点关注哈，因为今天有点迟了，我们可能会再播2分钟就下播了。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哈，榜一就是盆盆儿。榜一就是盆盆，咱们可以给小盆点关注，可以给叔叔点关注，好不好？罗秘书弄好了吗？好，已经关注小盆了。我看一下，小盆现在多少的粉丝？现在1885。直接给小盆点到5000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说3000。哇，这谁送的礼物？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咱们直播家人们啊！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小盆在榜上，他在榜二，咱们直接给小盆点到3000粉丝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我相信你们有很多喜欢小盆的。我操，4000粉丝了！哇，好热情呀、啊！我的天，5000个粉丝了！好了好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啊！来，这个样子，小盆，你给大家鞠个躬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。我90度嘛，多发几个。你说谢谢。对，真的哈，因为这些家人们、叔叔阿姨们，他们也真的都很喜欢你。我刚刚看他们在下面打的，说小鹏这个小伙子不错，还问你有没有媳妇儿，都要给你介绍老婆呢。只是说，哎呀，你本来名花有主了嘛，不是名草有主了，可能咱们就可能只有祝福了，对不对？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啊，谢谢谢谢。对对对，非常荣幸啊，能够跟到叶总这样的老板，特别感谢啊。对，小鹏现在在榜上哈，咱们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对对对，谢谢大家。马上5000了，对，他已经5000多粉丝了，真的。送过多少个？随便送，来嘛，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没点关注点关注，可能咱们要下播了，因为这个天有点迟了。来，今天你过来一下。嗯。你出来吗？干嘛？叔叔想让你再看一下，大家再看一下你，来嘛。你今天就在叔叔这儿住吗？好吧。我要回去。就在这儿住吗？真的要回去。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给榜一，榜一是罗秘书，有喜欢罗秘书的也可以给他点个关注哈。榜一直接给罗秘书加个3000个粉丝，好不好？
直接给罗秘书上3000个粉丝，他3200，现在3500，直接给他点了3万5个粉丝哈，你有点困了今天。嗯，困了。你就在这儿住了吗？回去吧。这儿到你家要多久？没多久。小白，哎，这儿去他家要几个小时？2个多小时。两个多小时。对，2个多小时。不堵车的话要会不会快一点？不堵车可能也差不多，因为这天黑了嘛，又在下雨。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吉林回不回家？我听你们的，你们说让他回家，我就送他回家，我送吧，就不用你了，小鹏，请吃了，你家你老婆还在家里等着你呢，我送我。那谢谢叶总给我放假了啊，放假，谢谢。你可以先回，没关系哈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来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榜一是罗秘书，直接给他点到35000个粉丝哈。你们说回就回，你们说不回就不回，你们说回我就把他送回去，2个多小时山路没关系，我送回去了，过去了我再回来，一共就是4个小时，过去2个小时，回来2个小时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说送就送，39000个人呢，马上40000个人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媒体进来可以点进来，太晚了，不安全，我也觉得不安全呀，今天，我要回去了，你们看他都睡着了，要回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，嗯，你妈妈玩抖音吗？嗯，他要看我，他有可能在直播间看你啊，有可能吧。哎呀，阿姨，伯母，不是，怎么叫呢？我叫姐姐吗？叫阿姨？你叫奶奶都可以。他到底在直播间没有你妈妈？不知道。他玩不玩抖音？我这么多人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坐过来一点嘛，今天，来咱们直播间嘛哈，我有可能今天他妈妈在家，在直播间。我可以给你妈妈说几句话吗？有可能在哈，来阿姨哈，不是姐姐，哎，怎么叫呢？我怎么叫咱们直播家人们？你们说咋叫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没经历过啊，怎么叫？怎么叫他？不回家吗？叫丈母娘，一天天的，你们真会呀，你们一天天的，我叫了那多尴尬呀，那怎么可能这样叫丈母娘嘛？小声一点。直接叫妈妈，我的天，你们还有更牛的，哎呀，真的是评论区出人才啊，什么叫妈妈都来了，叫岳母，阿姨吗？好的啊，就阿姨哈，如果你在直播间，现在咱们直播间40000多个人，就当着40000多个人家人们哈，就是我可能因为今天太迟了，如果你担心小吉年，你相信我的为人，相信咱们直播间40000多个人给叔叔作证，好不好？你们给我作证，就让吉年可能今天晚上在咱们这儿先住一下，因为可能我送他回去可能都12点钟了，我回来可能就2点钟了，我也不可能送他过去，我在他家住吧，因为他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咱们我在他家住，他第二天起来他们邻居看见了多不好呀，会影响他的名誉的，对不对？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就说咱们吉年的妈妈在直播间吗？如果在的话，就说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可以给叔叔做个证，对不对？可以作证吗？咱们直播间粉丝们哈，让吉年在我这儿住一晚上，你可以放放心心的。你可以看看我们这都是，这是一个休息室，然后楼上就是房间。待会儿我可以让吉年给你开视频，然后就是说证明一下，确实在咱们这儿住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阿姨？啊，我叫你妈妈叫阿姨。那你叫我叫啥呢？好尴尬呀！你的电话又关机了。但今天对，我知道。今天跟你一起住，今天和罗秘书一起住，作证吗？我还是要回去的，叔叔阿姨。你们作证，打个作证，好不好？这样，今天我肯定要回去的，真的要回去，不可能留在这儿。你先过去，你去给你妈妈打个电话。嗯，不用打电话，肯定要回去。肯定要回去。嗯。哎呀，你们。他说他一定要回去，你把这个同学吧，肯定要回去的。他说他要回家，怎么办？肯定要回的，不可能。丈母娘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咱们直播间的粉丝们，怎么的呀？太迟了，我真的担心啊，他们这边随时山体滑坡，还好吧？真的，随时掉石头下来，特别恐怖的。他那个就是山路，又不是水泥路。真的气死人了，大晚上的，真的呀！你们看一下，我带你们看一下这外边，这是一个四合院哈，天多黑，
真的。这里是大山里边，真的大山深处呀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大山深处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今天你真的要回吗？啊。你和罗秘书一起住呢？嗯。你看他眼皮，你平时多久睡的？9:10。十点钟。对。我把他送回去吧。手机马上关机了哈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每点关注点关注哈，榜一是罗秘书哈，榜三是小盆儿，然后可以、都可以点点关注哈，前榜三。然后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咱们手机没电了，今天你打电话给你妈妈也不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一定得回家。嗯。那我送你吧，好不好？嗯，都可以。你不然你咋回去？你不可能，那我不送你，你走回去吗？到家就可以了。如果叔叔不送你怎么办？救命！叔叔，如果不送，什么都有的，不送你怎么办？就还是回去啊。好的，你们看今天哈，这姑娘这么乖，一个小姑娘，我们可能你也不会为难她，对不对？我们肯定也不能够为难人家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既然我能够把她接过来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。我作为一个男人来说，我就应该把他给原封不动安安全全的送回家。你们觉得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就可能确实有点晚，有点危险，但是这是咱们男人的承诺。我既然说出了这句话，我既然愿意把他接到咱们这工作室来，咱们公司里边来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义务，我就应该对他负责任。对还是不对？咱们现在直播间4.5万人啊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安全第一，这个样子我答应大家一件事儿，我一定不超速，我慢慢的开，我开得很慢很慢，安全第一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，罗秘书？可以。好不好？太迟了，确实太迟了，但是没办法，这姑娘她妈妈会担心她，她从来不在外边过夜的，她平时。对还是不对？你们对打个对，这是我的责任啊，我一定要对人家安全做个保障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虽然有点小雨外边，好不好？今天好不好？他都睡着了，他差点，好吗？嗯。行，来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哈，没点关注点关注，榜一是罗秘书榜。